今天星期天呢，然后难得有个小空档，决定呢要拿 VBOS 去拍缩时，然后要去新义路的天桥。然后因为我不想开车，那边很难停车，所以我今天决定要来骑这个 GoShare 的电动摩托车。这台被我预约了，哦，终于预约到了，本来都很难预约。来，我试试看怎么弄，解锁喽。哎呦，我这么大一包放得进去 ，OK 的。但是车怎么开？开后车厢哦，在这里。哇，酷哎，两顶安全帽，我第一次坐哎。不会开啊。OK， 好。要按住刹车，按构件，好，发动了。刚才看不太清楚，我的云台会转哦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人多我觉得还好，大家都挤在右边，希望拍到落日跟101。搞了半天啊，天都暗，我才把东西塞好。因为刚刚被 Apple 的智云 APP 搞死，我怎么弄呢？它都是只能拍两分钟，然后我弄了很久，还想说会不会是这支 APP 有问题？我换成我自己手机的安卓才顺利的执行。然后希望它能够顺利的拍完。你要看成品，来看一下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我放了 Osmo Pocket 拍另外一面。因为我觉得新一路这边有时候也蛮漂亮的，好，希望我们今天作品会 OK。往下看，拍到只剩下我跟另外一个都没有人，空的。智云呢，还是依旧的在给我出状况，刚刚好一点，大概拍了15分钟才停机，所以我现在就只能死皮赖脸的呢，用一段一段的来拼接这个缩时。哎，好，现在是晚上快9点了。我大概下午快5点来，等于换那边换了混了4个小时，出来拍东西就是这样，不要以为很快，特别是拍缩时，那简直是非常非常耗时间的一个行为。OK， 好。然后今天呢，使用智云 VBOS 拍失败，因为它的 app 一直出现 trouble。我只要大概执行15分钟左右，它就会跳掉，它不会执行完全部的这个轨迹缩时的路径。这个很讨厌，我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应该再研究一下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不过也让我见识到了，就是在新一路这个路口，落日傍晚时分呢，这些拍照同好们的一些热情。不过大家蛮有礼貌的啦，只是脚下很多。OK， 好，今天的一日 Vlog 就是骑GoShare电动车，新一路天桥拍缩时。OK， 下次继续。